放进去看看咯。三二一，玩具合理，好多惊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叔。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变形金刚机器人拖到套装。这玩具太好看了，现在我们赶紧打开看看吧。嘿，它就是大黄蜂本体。来，这边有个引擎盖，这里有个车窗盖，现在让我们把它组装起来。呜呼，拼装完成，现在为你们介绍一下这款玩具吧。那么它的外观设计啊，真的是跟电影的一模一样。它这个强有力的轮胎，你们看，然后看到呢，这个门也是单门设计，非常的炫酷啊。哎，我们看到引擎这里有个洞，是做什么的呢？现在先告诉你们，一会儿一起来揭晓。好，继续看车底部。车底部原来是大黄蜂的头，是不是跟电影里长得一模一样，帅呀？嘿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个舱门，我们打开看看。原来这里面是收纳盒，还有九辆小红车，我们来看看，这肯定是大黄蜂的朋友，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如果您知道的话，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告诉我哟，待会儿我就可以拿它来玩咯。那我们接着看下面是什么，我们看这里，也是能打开的，两边看的都是一二三四五六，这里面可以放六辆车。嘿，我们看到中间这里有个弯道是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你们还记得它的名字吗？变形金刚机器人坡道套装，棒棒。那么看到这里，其实它是一个入口，我们叫我们的小红把它放进去看看咯。三二一，呜呼，呜呼！朋友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原来它是条垂直滑梯，咻！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玩玩看。嘿嘿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我的这款收纳盒是不是特别好玩？哎，如果哪位小番茄家里有过多的小汽车没地方停的话，可以考虑放到我这个收纳盒里面哦。好了，下次再给你们分享更多好玩的东西吧。我是马叔，拜。